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频道赛事直播，我是杨爽。今天很荣幸和刘晓光老师为大家一起讲解第21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的第一盘棋。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三国这个擂台赛。这是农心杯，这是传统的赛事。对，也是现在世界最强的团体赛了。对。这个比赛这个下了很多年了，今天是头一盘来开始比赛，对，这已经是第21届了。第21届，对，那么你说，那第一场是我们中国队轮空，对，这个抽签正好是，它是每个三个嘛，它是第一盘谁先上，它是抽签呢，正好是这个宇彬他抽着轮空呢，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来先打掉一个，然后我们再上场，是便宜一轮。那实际上是这个宇彬那个手气不错，他连着两年都是抽到这个轮空，挺好。昨天他抽签抽的挺好啊，今天先是中韩，不是那韩国跟日本的，他们先下一盘，我们就所以呢，今天就讲这一盘棋，给大家来介绍这盘这个第一盘的比赛啊，好，这是赛场的画面啊，这个今天，日本队的先锋是派出了村川大介，对。和这个韩国的这个袁胜珍，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刘老师，您对这个韩国队派袁胜珍做先锋，是不是有点出人意料呢？这倒没有，这个现在都很厉害。你说袁胜珍也，你说他就一定韩国队里边年龄最长的啊，现在最长最年轻的反而比最长的年龄大的厉害，应该是这样。这个现在这个都是年轻化了，是吧？这次擂台赛我们中国队应该是派出了非常强也非常年轻的阵容。对，这个我们小都年龄比较小，是吧？都像平均年龄好像只有22岁。不要像说我这种老头了，这个没有最大的可能。多大我也不知道，反正最大的应该是米玉婷和范廷玉，应该是96年的。96年的，那应该是23岁。那现在真的是，完全我们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这个差了好多代了。所以现在都是年轻化，现在这个训练呢，孩子们训练都是 AI 的辅助训练，都是快，要年轻。要脑子在最好的时候，现在下都，就是这个水平高的都往前，拉了，都很小，都是在，就是过去你要是说一个九段或者什么，都得要多少岁啊才能够练成？现在都快，现在很小，一下子拿了成绩马上就是九段，是吧？好，那么这盘棋呢是事先是拆先，对啊。那日本队的村川大介是拆到了黑棋，对，而他每一盘都是拆先的，每一盘都拆先。他只要是他三国擂台赛，他因为他这个不是那种团体的啊，不是那种一对一，就是那种的对称的，他是所以他每一个他一盘都是临时拆先，但是他这个是贴6目半吧？对，是应该是韩国的比赛，他是谁举办的比赛，按谁的规则来。好，我们来这盘看这盘棋，这盘棋呢，黑棋是那个谁啊？村山大，日本的村山大介。对，我们来讲这个韩国跟日本的，本来我说是讲中国的棋，但没想到于斌给我抽成了这个韩国的棋，但我也没办法，只能是讲他们两个棋了。现在是二连星，对，手脚，这个现在都他，你要说布局说哪一个好啊，现在下法比较多，这种是多的，是吧？这个也有，二连星也有，什么3-3，是吧？现在他这个来这个大飞也有，这几个下法都，你说哪个一定好，现在说不准，只是说看谁研究的好。你说哪个好，喜欢哪个？杨爽，杨爽杨爽可是我们东北的高手啊，在沈阳的高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专业棋手从专门从我们这个辽宁都赶过来这个讲这盘棋，所以非常重视这个队友们啊。我看现在就是下AI 下这个布局下这个星位的比较多，你喜欢哪个？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下了星位之后，然后 AI 也经常的去点三三，为什么不第一手棋就下了三三，索性就防止被对方点了？这个说真的，你要说完全解释清楚啊，说的不负责任的话，他说你再去问 AI。实际上，但是这个棋啊，只能说我的理解，三三，他觉得你说点三三再尖冲，我等于脱先，觉得等于这样，对，是吧？如果是首格，如果是变换次序的话，对，这个都有。就是说我即使说我你有星，我再点三也可以下，你走了这现在我走这个也可以。现在啊。没有是个一定的，你过去的定式化，现在 AI 出现的，它完全把你打开了，思路打开，都可以下，他认为都可以。其实说的再白一点，就是说你现在啊，胜负不在这儿，在后面，你这个高着还这个在布局你前面的这些都不是太重要，反正都能下。这个点三三呢，先点的让你来走呢，就是。看你的选择怎么两边挡哪边。对，就是我感觉 AI 这个围棋出现之后，就跟我小的时候学棋的那些很多的定式啊，还有一些观点啊，都颠覆了。所以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困惑，那就只好去问你了。困惑，我觉得连柯洁，我说我们聂老头他都困惑，他之前比。都在那个什么不明白，都在这么说，这不是不用说客气啊，你过去我们的聂老都说，这不是忽悠人吗？但是现在他也承认这和 AI 厉害，柯洁有很多之前也有说怎么样，但是这个棋就是说这个啊，都现在都在日新月异，都在变化，也要我们的心态就是能够要接受这个新的东西。别觉得自己怎么样哈、这都应该这样，反正我现在有很多也都不理解，但是呢我现在只是慢慢接受吧啊。只能说这个围棋的变化太深奥了，太复杂了。这个布局我就说都有的下，没有说现在这个布局多种样，都没有说一定那个好，现在就是说没有说一定，过去我们有一段时间中国流厉害，三连星厉害，或者我这个什么光一流啊，我们都跟着模仿啊，现在没了，没有。你先说哪个一定说一定赢棋，马上很快淘汰，因为我们用那个软件呢，只要来里面求解啊，它很快就给研究出来，没有一个布局盛行很长时间，没有，因为现在这个都快速的发展不同了。我们再往下看啊。那实战白棋就是点三三了，马上就点三三。这个是现在的潮流，现在潮流的确，它挡哪面的问题，先看一眼你挡哪面。在这个地方定型，多种定型，反正定型好多个，十来种，你自己选吧。你选完了之后，我再根据你的定型再走。这个我觉得它的主要思想就是在这儿，先看你怎么样，一般就是适应手。对。你不要在我，如果我一先出手走完了之后，我的变化就不一样了，下法不一样了。先看你，现在他挡哪边，他挡这边，就是挡这边和这边的区别。你说区别说起来又难了，这个太难了，这个区别在哪？太以前我记得我学习的时候，就是你想要在哪边为控，然后就挡哪边。所以现在区别就是你自己都不好选，让黑棋来选呢？对，哪个都有道理，让你选，这个就难。所以没有一定，如果一定哪个好，那就方便了，那就很容易了。没有一定的好。如果从这边子力配合，好像我的感觉上应该是挡在这边，但是挡这个他爬这个，然后你走，反正是让你成这个空。这个也可以是吗？当然可以，是一种，当然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给，他有跳这个的，有走这个的，都有，争子有利就是跳这个，这都可以。现在下巴多着很啊。这各种各样的下法，这个都是有套路的。我理解啊，这布局要是你水平不够，关键看后面，前面这个布局啊，
你不要太迷信了，就跟着下吧。要是后面水平一个吃不住啊，这都没啥用。嗯，主要看后面的布局，反正都有好多种研究的，我只知道甚微，知道的很少。嗯，您太谦虚了。不是真的，真的是。AI 的这种布局啊，我知道非常少。我要现在跟小孩下，我都下，就不能下他们熟的。我反正也不给他们下了。现在，那现在 他对实战是挡在这边了。好，我们来看啊，他走这个，他是走的这个是吧？对，走这个。嗯，你现在下的太多了。嗯，他有搬了，不是有搬了连搬的。他可能有打靶吃的脚是吧？对，这个是我学习的时候学过的。这个最多，当然你要这个定型完了之后，他一打靶，你吃一个脚之后啊，他就赶快脱先走别的了。哎，他都是这样，他是选的这个，这个肯定他有研究的，这都是有研究。对，这也是 AI 招法。哎，对对对，你要是顶这个呢，这个我估计他是会挡，这大概是这样，挡了就这个扳，是吧？这样呢，就是说。定型成这样，飞棋也是扳脚上，这个下法太多，这个就是说，这都老一套了，扳脚了，断了，这个下法，这个要讲了也有一段时间，一个专题了，对对对，他实战是白棋先脱了一个，先脱啊，这个应该是很复杂的变化了，这个那一走这个就还原。还有顶一个也有，搬这个也有，他就看他多种选择才让你先选。你的多种选择就是布局，这白棋点三三就让你先选出来，你过来到底走什么？他是这样。他走什么？实战他是搬了，搬对。然后那么就变成现在这个变化啊，他顶。对，这个时候黑棋就不是挡了，就是长。哎，对对对，长这样这个变化一般他走这个呢，一般这都是根据这一套路，他都是走这个了。就是他冲断是吧？对。这就是说他就逼迫你交换这两个，本来单顶他是不能，他单顶他如果长，不是这两个就不交换了吗？是吧？现在是先拖，他就搬冲断，就这样。对。这个过去都是尖，这个它是立的，是吧？是。过去尖是很多，这过去这个丁是都是尖，这个的要争子有力啊。这个尖要争子有力。哎，对对对对，白棋那边是白棋。哦。它长。长，然后黑棋压。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白棋。搬。哎，对。黑棋搬上面。搬这个，对对对对。这个丁是稍复杂一点，它还都虎一个。是吧？争子如果不利，假如不利啊，它就断了，明白吧？你打吃。它是可以。可以吃这个也行。吃掉这边争不住。粘也行是吧？争不掉是吧？对。现在不是现在争掉了。如果是这边是黑棋的话，哎，对对，那如果有黑棋的话，换成黑棋了。哎，对对对对。那这样白棋，所以在选择这个定式的时候，一定得看这边脚上是不是，对对对对对，争子有关系啊。对，争子有问题啊。搬这个，然后他是搬这个，搬这个，反正争子他是虎这个，然后再搬这个，然后白棋粘这个，然后这个，然后白棋再搬脚。你搬了我就粘上，那么我就说这个白棋要杀了你这个，把你这个杀掉。这个黑棋还得长气呀。这个它变化比较复杂是吧？这要先打一下吗？打一下。粘上是吧？然后粘上，这对对对对对。这时候白棋断吗？断。黑棋长。这都不那个什么。这个粘虎珠哦，虎也有，然后白棋是把这个吃掉。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这个？这个棋不应该不是这样的，其实下法不一样。这个棋也有长的，好像不也有长的啊？对，然后压一个去压然后长啊，对，
那你这个比我知道这个定式要清楚。我好像看见过类似的变化。然后如果他走这个呢，点的话，他就在脚上应该是形成这个是点一个。我觉得点这个它粘上呢，是搬这个还是搬这个？单搬一个。好，单搬。他如果搬这个呢？大吃好，对，粘住，然后立在脚上，立在脚上好。是，他如果粘这个，粘这个的话，那他就扑一个，对，他粘住，然后爬一个，爬这个，对，大吃，粘住，嗯，这样里边是个双活，双活是吧？对。哎，这个你看他提这个，你这个棋，他得外面还得补一手。哎，对，还得补一手提掉这个，因为这儿有个断。哎，他走这个。对，走这个。这里面应该是个双火的变化，就暂时可以不走了。嗯，这样，是不是你觉得白棋是不是满意？因为看见黑棋和白棋都走过，所以这比较复杂啊。对，比较复杂。这是在变化当中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搬这个是一个打劫，那也是比较复杂，是吧？不搬这儿的时候。好，这个变化，我应该是喜欢白棋，双方应该都知道吧？这个都知道。我觉得应该是。那实战村川是下了一个不常见的不常见的，对，好，这个是好像再往前马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到这个程度，到这样一走，对，拖一顶的长，一冲一抖 一断，对，这个时候本来是复杂的变化是一尖一长，那刚才我们摆了那么一圈的变化，可能是那样的双活，那个变化中间虽然有点儿，中间还有一些变化，但是呢，基本上就是那样了，就是说双方能下的一个变化，但是也许刚才那个变化，也许喜欢白的也不少，对，是吧？喜欢白棋的会多一点，但是这个棋，比较，如果你要没研究的话，他可以使这个招，但是呢，他们都太熟了，对，像他选这个，这个最近下的多一点哈，也有这个，他走这个，然后他是这个，实战他是下的立，他立了一个，跟那个稍稍有点变化，对，稍有变化啊，然后白棋长一个，好，黑棋压，对。然后呢？白棋是挡这个。对。挡这个。那黑棋这个棋区别在哪？我现在搞不懂啊。他这个如果走这个，如果走这个还原，跟这个区别在哪？这个变化没研究过，没研究。这时候他也断的话，不是打长？哎，对对，也你可能是这样，也是这个。也是搬，对吧？假如你还如法炮制走这个，是吧？黑棋有可能在脚上的变化是也是拐吗？应该也是拐吧，拐一个，因为它粘是先手，这个对不对？对，仍然是这个，对吧？对，那跟那个区别在哪儿呢？我怎么搬它粘上，跳它挡住，肯定也是跳它挡住，对，跳挡住有区别吗？然后再点这个气和刚才这个是到这儿了，这个更加短了。我觉得怎么黑棋不会气长，不会气长吧？是这样吗？这里边是不是？会是打劫呢？一点一个，对，这个白棋他就算比较傻，他走这个也是不会有问题，扑一个也行。白棋应该比那个强，比这个要强点吧？他这样多的一路嘛，是吧？对，这样短一路了，短一路的白棋肯定要好一点，肯定不在这儿，不应该不在这个地方。我想啊，他可能
如果搬的时候，刘老师，我有没有可能补在外边？吃在这儿，吃在这儿，吃在这儿，吃这个，有可能吃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哎，我觉得这个棋你要走这个，可能就只能是吃了。如果刚才的变化应该是黑棋补，是这样吗？这样他把这个断了呢？哎，这样差不多，不，他不见得断，他还有可能这个。哦，还有可能跳对，这个脚里边一爬，白棋也受不了。和这个不一样，对，这个不一样，这个它是断了。嗯，这个棋呢，它把这个吃了，这两个交换不一样，它是可能有跳。哦，有这样的变化。跳，嗯，跳呢，它这个棋往前长了，和这个不一样。这个棋呢，白棋脚上活的。对对。这个不一样，这个你架不住我这一爬，确实出事儿。可能区别在这里。对，是。这个，你走什么？走这个我就爬，你还挡着是这个中间这里面的。对，直接是不是脚里边一爬偏爬的？走这个我走这个，你袜袜还有个断。哦。这还不行呢。嗯。不能这个，这个还不行，这个还麻烦呢，是吧？对。啊、这个区别我没有，这个没有研究啊，我都是猜测，我没有也没有问过这个孩子们应该怎么走，这。现在他们都流行这个了。好，我们看实战吧。对，实战走什么了？实战就是长，然后黑棋压。压，对，他没有搬，搬了怕吃这个。然后呢，他是挡，然后就挡脚了。哎，对对对，嗯，好。那么黑棋呢？黑棋这个时候在下面跳。跳一个，他主要力就想跳。对。不要搬啊，搬给人家吃掉太干净了。嗯。他觉得这个太干净。目数有点大。嗯，目倒不一样，他就干净了。主要是外边还得补棋。你的补棋，它以后不是粘给你虎交换，它以后从上这两个就不交换了。嗯。所以要跳，给你惹点麻烦，让你吃的不干净。走什么？这个时候白棋是猴了一个。猴一个。对。嗯。这个棋，啊，猴一个。瞄着这个袜。对，瞄着袜、白棋的形状看起来，你如果这个粘一个你是不肯的。嗯，如果粘呢？如果粘，对，如果粘，假如果粘啊，假如果粘，那我跳一个，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对，他现在没有办法打拔。如果不，你打我这一虎，你就死。这个白棋要吃黑棋。嗯。哎。你大概就尝一个就尝，这就已经被我那个什么了，对，便宜了。我这个一粘，我脚就可以了，我就粘，对，这一段你受得了吗？嗯，受不了。嗯，对吧？这个黑棋不行啊。看来黑棋是不能粘，不能这样。嗯。还有，你往前尝的话，白棋要走什么？白棋也不能挖吧？不能挖，也要跳这个，也要跳。嗯，你要跳，这个挖和粘二取一就行了啊，这就白棋好啊。他现在看白棋下一步走什么？嗯，黑棋现在是就打掉了，打掉，嗯，打掉好，那他就然后白棋这个时候也没有挖，这个时候挖吃掉好吗？好，我觉得就应该挖掉，挖掉干净算了，那等于是这两个交换一下，交换一下没啥了不起。嗯，白棋也就算了，就挖掉算，应该挖掉，我觉得应该挖掉，就是吃的比较干净一点。但是我应该相信他吧，他们没挖，他是肯定有他道理。他走什么了？实战白棋是跳了一个，跳一个，嗯，他可能有研究，他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因为我感觉挖一个干净吧，没事，就没有那么多啰嗦了。就是他也不怕粘的时候，他就可能打这个脚里边了。嗯，但是黑棋爬，白棋也挺难受啊。对对对对。嗯。实战是黑棋选择局部脱先了。然后在下边挂了一个。对。也不点三三了，挂一个。这个宽广一些啊。嗯。所以我们觉得，哎，走宽广，以前的理论都是宽广的，要拆得宽一点，呼应大势比较好。然后呢，它是对加工，是如果让这个，如果就这样普通的硬的话，被黑棋飞过来，这个配合太好了。这他黑棋可能希望走成这样啊。对对，嗯，所以白棋就加工加工，嗯嗯，然后黑棋是选择
返家，是吧？对，返家，这个也有道理。他那边如果怎么双飞啊，干啥折腾半天，如果让白棋在这个地方走一个或者什么，他觉得这个大，是吧？对，嗯，所以先走过来。嗯，这个时候白棋，普通的想法是不是尖顶？那实战他是加过来了，或者是他不想走那边，他不想走那边，很奇怪啊。嗯，他觉得你如果尖顶跟那边走，他会，比如说啊，他就进就这样，就这样往前，这样白棋就这样往前走，太孤单了。不，他就攻你这个，一攻你，你这只孤一跑呢，他这边就成空了。他不希望走成这样。他是直接走这个，这个也直接反加了一个。反加了一个，对，他走这个反加一个。白棋他就不坚定，他直接反加。嗯，看着这个有点，这俩形状有点原来是这样的多，往这儿走一个，感觉这两个交换感觉黑棋便宜是吧？感觉啊，这个也难受。那这个时候。黑棋也没有马上的在这儿走，而是先尝了一个。对，尝一个挺大的，尝一个挺大的。白棋这个时候是双补棋，可以考虑，比如说啊，这打掉。啊，先打一下，先打一下黑棋提吗？是考验黑棋，如果提了的话，那等于脚上藏气了，白棋。哎，对，打这个。大概尖一个啊，尖一个，他走这个虎一个，他把这个提了，然后白棋脱先，在中间走点儿，你可以中间走哪个位置？那如果这样的话，白插一手棋脱先，也是一个选择啊。这时候白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打掉抢先，打掉抢先，对，他是没有。它是双的啊，对，实战就简单的双了一个，然后黑棋是韩国这个袁胜珍，它是双的，爬一个，对，袁胜珍，大之雄大之，不是村川大村川大村川大介是大介，90年出生，他应该是那不小，90年在这儿算大的了。对，在这个擂台赛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哦。但是其实也很年轻。我们那个小的都是九几年的了啊。对，跟中国的队这个上场的选手肯定是。中国队是不是这次算年龄小，比他们两个？中国队是在这次三国擂台赛当中年龄最年轻的这个队伍。对，看来我们这个是比较好的消息。对，而且都是世界冠军，比那个日韩，他们的年龄段都比我们大。对，这我们年龄小啊，更往上年龄啊往上推了，这样呢是对后面呢发展更好，因为年龄他小是更有希望，因为他长得快，都往前提了，这个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是一个还是个好消息，年龄更年轻化，对，是吧？我们中国队的这个队伍是更年轻化，然后也是实力更强，对对对，这个不错。那日本队是这次年龄最大的应该是山下静悟是78年出生的，应该是有41岁了，不小，应该也是这次三国围棋擂台赛当中年龄最大的这个队员了。日本呢，这个年龄大，他还是有传统的。因为过去你看，他们的50岁还拿冠军，是，然后盛行那个秀行那个时候啊，50岁横行天下，是，就是天下的秀行那个时候，说我们的年轻都是那时候印象深刻。他这个是有这个传统，过去日本是好像棋手的年龄啊，就是运动寿命最长。对，下棋的时间最长，棋手相比你看中国反而比较短，你像我们早早的就没有，您现在也可以参加比赛，对，但是可以参加，但是精神可以，但是实际实力
是怎么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碰到他们我一上场他们就高兴了，年轻朋友就高兴了。但是现在没办法，这个我们这个还跟我们那个这我觉得啊，还是我们这个定的规则比较好，对年轻更有利。哎，对，以后应该建议一下把这个比赛分年龄段儿。已经在分、已经有已经有，以后有机会肯定可以啊，我机会天天都在存在的我在努力以后争取参加重返赛场。哎，对对对，现在他爬这个这个棋他挖了，他如果挡一个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棋呢以后呢他会粘这个，哎，他虎这个是吧？就脚上，脚上呢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棋，有一个这个点，这个手筋，嗯，是手筋吗？对，点一个那白棋挡住呢，假如挡，嗯，他搬这个搬这个，嗯，他挡住有一个缓气劫啊，对，有个缓气劫，但是也有棋啊，这但是缓气啊，我只能缓一气劫。对，对于黑棋来说肯定是无忧解。嗯，但是就是说你差一气缓一气就是这样。对，那白棋不愿意惹这个麻烦。哎，有这个问题啊。哎，那白棋不惹麻烦，那你就目数先损一损。哎，它是挖的，单挖的，实战单挖。对。那这个被他一夹，这个黑棋也很舒服，目得了不少。白棋好像显得很委屈。你委屈之前啊，就是双之前可以先打掉啊。对。你没去走啊。是吧？就是这个双可能是打一个更好的选择，对，那个可以步调更快啊。对，现在走成这样，然后该黑棋走了，黑棋走了。实战黑棋又下了一个不常见的，这个时候靠了一个。嗯，这个说实话没想着。嗯，这个棋都是这个有点，这个有点意思。对，靠这个啥意思呢？我他不怕这个扳，是吗？扳时候他高兴了啊，然后打吃啊，这时候可以尝出来。他不能尝，那他有点傻了，就他尝，他就希望你这么来，你打哪个？打哪个？打哪个跑哪个，给你作战。对，现在只要拽着你作战呢，我这个后啊全发挥了，我就希望就希望有战事，哎，这个时候呢，就我只要有大形势的时候，最好找到一个。给对方战斗，一战斗啊，我这都后势就发挥了，都好了。对，后势就就怕你什么都稳当，你都铁板一块，我没得进去，我只围去围控，围又围不好，一围他人家就凿进去了，这是最害怕的。有大形势最好给他找个这个找点战斗的地方，他这个靠就是想找事儿。嗯，但一般呢，像这个棋呢，点三三呢，双飞二是居多，点三三呢，我估计就挡了，我估计是这样。对，他是假如你点三，对，就是翻粘，对，这是最普通的，然后他爬，你再一跳，好，跳这个，对，白棋希望，我估计就希望这样，黑棋走完，走完之后呢，他落先手，然后呢，他比如说走这个，或者先扔一个，或者是在这点一个，哎，这样呢，我估计点这个可能居多，先点一个，看看你怎么样。这个我在那儿安定之后，我放心的就大在里面折腾了。对，我这么着，如果白棋厚了，上面的模样就太难为了。对对对对，这个我倒我喜欢这样的白棋。嗯，这样的就是说我都安定了，这儿也安定了，这儿也安定了，然后我一门心思把你这个空给拿掉，你到时候就空手，这个白棋好下。这也是白棋走这个时候的预想图。哎，他希望走成这样。对，他希望让你点三三是最多，这最常见的，啪一点，这里面你还真不好围。这个我都放心了，我走哪你都不吃不着我。主要太先走什么？这里面太广阔了，不好走。我上面封一个什么的？那我这是断还是走？我随便扔一个，我就你都不好办。对，这里边做眼的这个不是这个黑棋，你要吃我太高兴了，来吧，你要吃吧，我这在里面扑腾扑腾，这个我就一门心思活，这就特别难吃，因为别的都一点利用没有，让你来吃我这个
就比较轻松了。你来吃我倒轻松，我只做俩眼就够了，然后我让你来动手吃吗？这个是比较好办的，这个白棋好下。所以呢，黑棋这个思路，你看他又回来了啊，他就想找战士，他靠了一个，这个我也没想到，找战士是归找战士，但是他去靠一个，在这个地方弄别的，因为他想不出别的了，你走这个他就跟着走，这个也硬，找不着头绪，他来这个，来这个，刚才杨爽说我给你扳断，那他最高兴了，对，对，先欺负你一下，争子不利，对。这个够那个时候，他这个黑棋就是想给你来，给你来惹事儿啊。白棋呢，知道他没办法，他退也不合适，他顶了一个，扳断也不合适，对，是吧？嗯，你只有这个顶是一，我就只能这顶一个。顶一个，然后白黑棋，对，黑棋就长了一个。这个棋啊，对，白棋跳起来了。这个棋不顶一个，最普通的是啊，正常应该是应该顶，正常的正常好像是这样，战斗吧。对对对对对对，战斗给它断了，对对对，黑棋得打出来。哎，对对对对对，战斗。战斗普通，战斗是比较普通的。然后黑棋要粘上。对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战斗。黑棋就是想跟你战斗，死活。其实这有点勉强，但是呢，勉强也走。这就是黑棋的办法，他勉强也走，因为仗着这个后势啊。刘老师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对围棋爱好者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后势。是用来战斗的，不是用来围控的。对，还说的太有道理了。是您说的比较有道理。太有道理了，这应该这么下。对，白棋也只好这个应战吧。嗯，应该这么来吧，应战。那我把这吃掉，吃掉啊，吃掉，吃掉这个一后了，那个这应该是跑不出来吧？跑边加一个，这样。对，这个棋黑棋有点太重了，我要是硬往外边跑呢？感觉会越死越多，这样打一个。对，这个我喜欢白棋。对，然后再打。可以打。对，虽然这个提掉了，可以跑出来，但是感觉这个时候被闷头也受不了吧。这个黑棋就麻烦了。对，是。然后再一被闷头。这我喜欢白棋，这个我喜欢。对，黑棋太难下了。这个，但是呢，我加一个，就刚刚杨爽说啊，我觉得这么白棋应该这么下，对，打穿了之后啊，你别再跑了，可能你就这样吧，或者这样，这样转换，把那个角拿掉算了啊。对，我吃掉了，你再说，这是一盘棋，我觉得这应该往这个行程上走，他没有走。这个谁啊？这个白棋啊？这个袁胜珍韩国这个他走什么？他跳了一个。他跳的是吧？实战白棋没顶，那么黑棋顶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个要点。顶一个，有顶不顶，被黑棋顶一个还是合适了。黑棋顶能顶着一个也便宜了，好像。黑棋应该整形了。对，整形了，对。还不错。然后黑棋是走的这个。黑棋对。对，是吧？对，走这个，走这个，对，对对对，这个棋稍微有点儿让人。有点迷茫，感觉这个是不是加一个比较常见？也有这种多种的下法都有，很多，这个时候下法挺多的。他这个目的是在整形吧？是吗？稍微虚拟一点，你要飞，我可以冲断你，或者先看一那个什么，他这儿也不打一下，也留着啊。对，这个时候。就实在是，对对对对，他主要是想啊，想抢这个，他主要想抢这个。哦，那儿走个先手，走这个，这个他觉得特别大。对，这个大。然后白棋是下力了，这个也很大，这个角很实惠啊。对。其实现在啊，白棋有个什么下法啊？白棋，
白棋有好多下法，白棋啊，嗯，可以先走这个。哦，这个时候先试一下，试应手，先试应手，嗯。或者先点一个，或者怎么样？这个特别，这边呢都有很多下法。就是现在黑棋上面看起来还是有点大呀。当然，哎，对。嗯，所以白棋先试试应手，看黑棋的。这是一个要点，他现在走的这个，这个当然很好，这个是一个非常要紧，因为怕他点三三呢，或者怎么样？这个本身这个形状也不错，白棋啊。然后呢，黑棋下面走的什么？黑棋是飞了，飞这个对。现在呢，白棋这个时候脱先了，在局部。对，白棋走这个，白棋是点这个，这个啊是，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步棋，就是说点这个是最常见的，因为你这个点弱点就先点先看一眼，你如果粘上呢，我就便宜了，这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棋啊，但是这个点呢，现在黑棋有一个机会，他是应该靠，哦，他应该走这靠，先靠，哎，对，断，对，断，对，黑棋应该先来整形，整形，嗯，哎，那这个时候白棋如果立的话，他还有可能立，哦，有可能立，这个脚上还，哎，对，很多，那白棋闭气吧。那就高兴了，高兴了，给你都气掉，先手整形。嗯，这白棋还得应一个，那就便宜了。这样吧，便宜，他就紧着气，这样呢，这样都是先手，对，这都是先手，那这厚很多了。嗯，黑棋应该抓紧时间先靠一个，这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先整形为好，因为你薄啊，先这个时候呢，白棋。黑棋也有毛病，先整形这个时机恰到好处，这是要紧的。他点的时候啊，他应该先靠，他呢他没走，他走的这个，哎，实际上白棋这个时候啊选择出来了，因为你走了这个之后，白棋有好多种选择。嗯，第一种选择在这个地方应该先靠这个。哦，这个时候还要靠，继续的是黑棋应手。对。看你走什么，杨爽。我正常是不是正常这个？我如果搬呢？如果搬，对，走这个啊。然后我粘上，粘上。好，这一冲，这一挡是吧？嗯。这个首先我是有一个活角，对吧？这一挡是活了，这个角很大。然后我，对，我如果立的话，这个挡主要这个挡是先手哈，这有个断。对。如果这边一旦有子的话，那以后可能这个断就变成后手，那我可以吃角了。嗯。而且这个棋它还有这个呢，先搬啊，那我挡住我这一段，先试一下应手，这都是有这样的棋啊。对，这个角就有活路了，活了。嗯，这有一个活角呢，我下后面下法不一样。对，现在呢都是这个时候试试应手是最佳。嗯，如果你这时候来强吃我，那我下法后面不一样了。嗯，我还有，所以要试应手。对，我有。如果假如走这个，我走这个，对。然后渡过好，他是走这个。哦，靠一个，靠这个。我这有断了。哎，这里面的各种变化很多。对，我贴，哎，走这个，对，他走这个，对，这个棋呢，嗯，哎，这里面有，主要现在有漏洞。哦，你那，哎，对，这一断，是吧？我只能接。接一个，这我一般，这个棋我就往外走了。对。这是一个变化，是吧？直接就把这个空掏了，掏了。对，所以呢，这个棋呢，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是比较好的。我先靠你，如果加，你是搬还是给我活脚不活？你走这个呢，我走这个，给你折腾点东西，有断，你走什么？你搬还是走什么？使不上劲儿。对，这个下棋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时候正好是靠的好。靠这个是征子，是不是有利吧？有利，你搬我还断。啊、哦。是吧？这里面有很多那个什么。对。被断掉。你比如说这儿还有断，这儿有个断。对，先断。嗯，然后我只能粘。这断一个，反正这个棋。给你折腾了，反正也是黑棋的空啊，也是黑棋的模样。哎，对，这个时候折腾是最好的。嗯，哎，就是现在先看一眼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是适应手啊。对。
然后呢，这我跟你说的这个是 AI 的给的参考图啊，我没有这水平了，现在他走这个，然后呢，他是走的什么？他走的这个断，对吧？对，然后他尖一格，然后呢，他是这个时候他走的好了，他这其实还是应该先在这儿伸应该手靠一个，然后再说出手。现在他直接出手，直接出手也好，为什么？铮子有力了。这几个交换呢，它的目的其实是在下边的这个征子，现在黑棋已经征不掉白棋了，它能跑了，对，是不是？对，对对，这个是已经跑了吧？已经跑了。如果不跑的话，那它肯定就不敢去靠，那它就靠，对对，靠断就是，对，就不成立了，就比较傻了。是，应该肯定是跑了，应该跑了啊。对，对，跑了。因为这儿有，因为是这儿断着了。对。断着之后就挣不掉了，你跑我能跑出来到这儿啊，能出来了，是挣不死我了。那么挣不死之后啊，和刚才那个不一样，这就黑棋出问题了，这个地方一来一去差很多。你本来是什么黑棋先靠，对，这个断，你如果让黑棋走成这样，黑棋的形状很整，太理想了，这个跳不怕了吧？不，就不一样了。你再跳啊，我下法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对，我走好多种下法。这我先走成这样，你跳再说了。现在呢，让白棋出手，断。这一出一入差了很多。差很多，对，差很多。这个差很多，当然这已经差不少了。这个给你惹麻烦了。这个就是说，你黑棋的断点出来，我角也拿到了，这个黑棋就是时机不对。那既然争不掉，黑棋也只好长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它长的。对，它 AI 是说这个应该说这个，但是这个有点复杂化了啊，它稍微有点那个什么，这复杂化。但是我觉得既然这样，这个时候来也一样，也还可以走到这个，再试一下也是有可能的啊。他没试，他这个棋不走了。反正我挺赞赏的，这个时候时机还是可以的。现在是不是我估计黑棋要吃硬杀你都有可能，拽着你走，然后那边让你脱不了手，两边脱不了手比较好。现在白棋来个这个贴，对，直接就站出了，站出可以。对，袁胜珍他好像在韩国，以这个局部力量强大著称。啊，力战。对对，比较力战，而且是局部战斗力非常强。啊，韩国不过我那个局部啊，战都比较厉害，他们善战的居多。对。善战的居多。韩国人的棋风就是好战。袁胜珍他到了这个能参加这个比赛，那都是厉害。哎，这个时候注意啊，千万不要断。啊，千万不要断，为什么？会被气死。哎，对，黑棋最希望是这样，最希望是这样。对，哎，这是黑棋理想的，他你一气子一吃那个贪吃那个，我就高兴了，我就后面都整形了，而且你这个都薄了，这是黑棋最理想的棋。所以呢，白棋也不会贪吃，他走的什么？白棋是拐出来的。对，那两个不要，那个不要。对。对方给你的棋子呢，要看好了是不是要吃啊？那个不能要，对，那个不能要。然后他不，他还尖了一个，他是走的这个尖。哦，先交换了，尖一个，先交换不断吗？这个地方，他害怕什么呢？他，怕这个棋就怕我直接靠，是不是就有点问题？对，这形状确实是有弱点的。直接靠都有可能。嗯，这个弱点，但是他先交换到了，先，但是这个形状不好，你还忙着给他交换这个，这个两个交换是比较痛。不是帮白棋走了，对，他往上挺着头，黑棋感觉比较痛。原因去他粘的，对。哦，虎一个也许快一点，拆的多一点，是吧？对，这个可以拆到这儿。对，你粘这个就这不是飞一个，虎一个也许好一点，它是粘的走，走着这个多，走这个。然后白棋逼住。白棋逼住，对。这个呢，这个形状非常好啊，这个形状好，因为被这个双方一个这个很大，关键是你这个黑棋，他觉得你这黑棋没活，这个地方没活，到处漏风下边。不，这是他要让你活的当中呢，攻的你就会难受了。
现在有点乱战了。对，不过怎么说呢，黑棋啊，经有这个大势呢，终于拽着白棋给他战斗。但是这个战斗呢，稍稍勉强点，白棋这个时候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现在白棋这个没有彻底活，这一块也拽着了，但是黑棋也拽了一个难受的。你这黑棋这个没活，这个有点乱战了。对，那黑棋这块也没有活，对，都没活。对，尖是要的，因为不走这个被封着，这个是也要棋逢难处走小尖。小尖呢，这个白棋两边都没活，看看这个地方拼，大家拼这个力量了啊！好，尖出来，对的，先瞄着黑棋的弱点，黑棋这个是有弱点，这个形状不好，哎，我好多种下吧，我这儿有尖断，这儿有尖断，这尖一抖一断了，这个总之你的先看你怎么补，是吧？他的补啊，跟着走是。实在是压了这个棋呢，就是说被他这冲一下也难受，是吧？难受，你这个还得卖一个，这个卖了一个吧？对，得卖一下。本来是这两个不肯走的嘛。对，白棋也补后势了，补后势了。对，补后势了。但是呢，黑棋来这个封，对，这个封一个也很厉害，因为什么呢？这封完之后啊，你看这个也很可怕。对，这两个呢在他白棋的嘴里了，就这个相对就厚一些，这个双方啊这个地方战斗得很厉害。现在呢倒是我觉得白棋不是黑棋来了一个这个棋呢，应该是先手吧，这块棋得做活吧。对，得做活，不然的话被打一下然后一尖，感觉这白棋你看，如果当初这儿交换着了再做活就不一样。现在这边撞后的话，这个已经不知道了，有可能去送死了。对，这个也有点白棋也有难过地方。对，白棋搬一下。对，还是要做眼啊。其实本来啊，这个棋啊，黑棋可以打掉的，能打掉，但是这个又难说了。如果打掉，白棋可以走在这个深一点，走在这里，利弊难说。对，他还不肯打。对，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这个黑棋就尖过来了。哎，对，它有一个尖，一尖呢，你这个比较狼狈，形状不好啊。是。所以呢，它你既然双方都保留，那么白棋走了一个这个。它让你交换上，然后呢，白棋是拖着活是吧？它是先走这个了。白棋也不肯这样就做眼活，这边黑棋全都是先手。他要活是这么活，要这可以活，这可以活。那我这个挡是不是也是先手？哎，对，打这个它是个这样，那搬粘。那这个黑棋这边这倒活了，撞后了，这个也是个活棋，对，这是个活的，白棋其实这个本形是走这个，但是他呢为了给你制造点麻烦呢，他是走的什么呢？靠了一个，对，冲，然后挖了一个，挖，对吧？对，这个棋呢，白棋在活的当中，他一定要制造麻烦。这也是手筋啊，手筋，对，对，这个我必须走这个了，对吧？对，你要走别的不合适，走别我这儿这一，活得大了就是吧？对，他要走这个，他也是，然后他也是下边，上面先打了一下，是吧？先打了一下，对，他粘住这个，是吧？然后再加活，加住，对，这个活，这么个活法啊，也是活了，对，也是活了，实战就这么下的啊。然后关键他要给你造麻烦是这个，哦，这个时候靠出来，这是他要的，非常犀利的一招。这个是我如果折腾半天没点这种手段，那我这个都是损棋，那我就有点太傻了，走的，就是是吧？就是在撞后黑棋。哎，他就是要这个，为了就是拼命要这个。然后我还得粘，必须粘，然后断，然后再一断。对，这个是。这个是关键，这个棋呢，下到这儿呢，对，对，这个棋啊，不补啊，这个气不够，这个杀这个气补。如果我这个本身呢，本身是没活的，本身没活，怎么没活？假如啊，黑棋的这个气还是有点短。对了，对，因为白棋这个都是先手。
这个棋本身这个棋是没有活，他要吃你是怎么吃呢？大概是搬这个，如果现在吃啊，现在他有可能这个挡住，对对对对对，这个不打一下，打掉打掉得要打掉，这个要先打掉啊，打掉。你不过你要现在这个敢这么动，他给你把你的后路断了，不行的。现在肯定是不行，对，现在肯定要先补上。先补这个，对。我就说本身是没活，但是呢，现在自身呢这个气不够呢，现在喘一下气。白棋呢长这个是必然的，嗯，长单长是最好的，因为这一吃闷死了，对吧？对，不光闷死，给也给蒸了，然后它的补是也是必然的。好，这个都没说的啊。如果白棋再较劲，比如说，嗯，我再给你这样的话，那我赶紧要打一下。哎，对，这个可以打了，这个打一下，这可以打，这个好舒服。对，关键是后面呢，杀气不知道了。这个气是搬在这儿吗？搬，你我得没走的时候，它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这样搬。对，搬这个，下面搬。搬这个，对对对。嗯，白棋没有活。对，局部应该不是活棋。哎，你打这个，我这打这个了，打这一瞬就没活。而且这样的下法，气白棋也太短了。对，你这个气不够，有可能，是吧？是。哎，这个，所以呢，这个白棋应该是不敢。白棋走什么了？看啊，白棋实战应该是做活了吧？这个走的实战这个棋啊。对，白棋是打了一下。打这个，打这个，对。这是一个打一个黑棋粘上是必然先手，对，然后如果不走这个棋，这一打粘住，这一扳也是死的。我不敢挡，挡我一吃，就那个不行。粘上呢？这不可，他提了，提了打，哦，这已经活了，已经死了，哎对对对，已经死了。那他吼一个呢？吼他点，对这个挡这边这一。点对点，反正没活，头太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局部是不活的，对，是吧？死棋，局部是不活的，嗯，所以这个是实战，他走什么？他这个扩大眼位做活了。这个当然肯定活了，这个肯定活了，但是能不能活得更好？嗯，您看看是可以搬？哎，对，搬这个，搬这个是如果如果你对，这是不是活了？那他打一下，我粘上肯定是。那我有没有是有手机？我看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手机，没手机，我活了。那我这个不挡，我如果说先打呢？我粘上，粘上，然后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手机？哎，对了，因为道理说他没敢搬，他是立的，能搬为什么不搬？肯定有道理。哎，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棋的，他可能不打，我觉得啊，嗯，比如说我先靠一下，不要打，如果打完了这个棋再靠就没用了，为什么呢？他一搬，对，就完，就这个棋就是你走什么，黑棋下面没得走了，是不是没得走了？对，现在断吃走哪个都是活的，对，是吧？走哪个都活了，已经铁活。但是我在走之前先靠是最佳。这个先靠的妙处在于，我现在走这个不行是吗？如果你走这个，对，是吧？然后就被打了一下。我打你。对，这可以打一下。对，嗯，这白棋非常难过。白棋如果粘的话，那我再打你粘不上了，是吧？粘不上了。对对，那我长我走这个呢？走这个，我再打你也粘不上吧？对，也是粘不上。如果但是不，这打这个我是不是有脱先之嫌呢？哎，不，我白棋可以脱先了吧？白棋可以脱先，就是不走了。不走怎么样？我可以脱先了。你走这个，我就那什么了。我打你要打我脱先了，脱先已经活了好像。哦，他可以扑一下吗？扑，假如扑，扑这个是吧？对，如果提那我这一长是死棋，死棋了，死棋，对，哎，死吗？死棋，对，应该是死的，死棋断头太多了，不是，是死棋，是死棋，对，哎，这个你因为你最狠的是打这个嘛，嗯，对不对？那就不，他冲这个就是里面是死的，这得连回来，这将来都得连，气撞挤了都得连回来，所以。这个棋是不便宜，就放在这儿。那扑了，不是，就是说啊，
铺的时候你就只能不这个没有，对对，只能去补一个，对，等于这样。嗯，那与其这样，那还不如直接立了，官子不如这个，对吧？对，因为将来这个可以管的。对，这个官子是他选择的是正确的。嗯，直接立是对的。嗯，他要搬的话，被这一靠再一扑，亏了，是吧？嗯，这两个还没交。对对对，这亏的。所以呢，这个棋实战呢，他选的对，我们应该相信他。对。推理啊，我们这个没有看那个，什么 AI 的提示，这只是我们猜测是这样的。现在是那个原生之人，他是走的。他走的这个对的白棋，这个地方应该是局部的基本功。我想这个这么高的九段棋手不应该犯错误的。对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这算告一段落，白棋活了，打他粘上，这个里面是活的。然后呢，黑棋啊，你看这个，我觉得这都是铁控了。是。现在再走这个，完全事过境迁了，事过境迁了，这个就是、他不可能去。搬了粘这个不可能了，对对对，你怎么着都是死棋，不管走哪个都是死棋，这就过分了。这就过分了。是，我觉得都可以脱先了。这个棋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要在当初那个最好的火候的时候试探应手那最佳，现在已经都不能考虑了。现在呢，但是这的活了，黑棋把这空得了，现在呢就留着是后面这个棋了。但是呢留下来的呢就是这块这面，这比较复杂。现在呢，你要说形势怎么样？我说现在啊，仍然是一盘难战难解的棋。我们现在呢，具体怎么样？我现在留着我们下一阶段。哎，对对对，大家也跟我们一起做分享。哎，对，现在我们暂时休息。对，我们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等一下再给大家来继续讲解这盘棋。谢谢，一会儿见。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好，欢迎回来啊！现在这盘棋啊，它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来介绍到这个程度，是它立的最后一招，立的啊，把这个活了啊。对。现在该黑棋走，黑棋呢，它现在这面临着外面的，主要是外面这手棋非常大，该黑棋怎么走？黑棋是跳了一个，哎，这个其实个关键，这个关键，这个棋啊，为什么不可以走这个，飞一下把它摁下来，拼一下了？对，这个棋我反正这个棋长，对吧？这个棋长，我只要这个两颗子跟这个棋，我只要这个长过这个，我就可以，是吧？你比如说靠我就搬，这样呢，你对于白棋来说更具威胁性。哎，对了，你飞的话，我靠一个，能不能这样下？白棋有冲吗？嗯，冲，对。然后把这个子吃。对对对对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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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样。嗯。给你拼一下这个。感觉这里边白棋很难长出七六，还要后手断一个是吧？对，反正我给你拼气啊，对，拼气，这样。还很难说，可以试一下吧。嗯，试一下，黑棋想这么，对，反正第一感是飞，嗯，闷住再说。反正我要是看起来也比较有威胁性啊，白棋要出头也就是这样了哈。这样我就闷你这个，然后再长的话再贴，哇，这个感觉白棋挺难下的呀。看你有什么办法，我先给你闷进去再说。是我敢搬吗？搬这个？对，我断了再说。这有没有这种俗的？啊，断了看看，试试，试一试，试一试，对，试一试。然后，类似这样的。嗯，对。哦，一气吃我？哦，不对，这个我一气吃，我先一气吃您，然后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加一下？啊，加一下，好，加这个啊。嗯，这个倒是我觉得是一个那个什么，我先修这样，我这个棋应该跳这个，跳这个，啊，对，这个时候跳这个，跳你如果加我的话，假如加我啊，嗯。白棋气也是很紧啊，
啊，这个非常难过，是吧？对，这个我就敢这么来了。是，嗯，那我有没有把这个弃掉？啊，那不行，那不行，这不行。但是我把您空格都破了呀。不是，但是这个中间这个大，嗯。对，但是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进来呀？那倒没什么，是那都小意思。这个中间太大了，中间太大。嗯，就说这白棋黑棋，黑棋可以先把你这个闷进来再说。嗯，感觉这个跳有点优势一时。不，他怎么不敢这么拨一下？这么拨一下，现在这个不这么拨一下，把它摁进来啊，可能就不对了。他是跳的一个，这个很关键的。这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你这个棋跳的被白棋这一跳啊，嗯，后面你抓他就抓不住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对有一个双板凳，你这个是，而且他一出来，你这个地方怎么连呢？这个铁头，人家这个地方是回家着呢。确实。是这样吧？对。啊，这个地方白棋这儿交换过了，这样交换过，对，冲过了，哎，对，白棋的绝对的先手。对。为什么不飞一个？飞一个，嗯，那这个飞一个是个机会。他跳了，应该是快棋吧？每方一个小时，每方一个小时，然后一分钟读秒，嗯，就说只保留一次，只有一次一分钟的机会，的一分钟的机会，哦，就是说没有说像我们五次那样啊。嗯，这但所以那个时间很简报，我下过这个比赛，就是那个。哦，三国窝，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哦，您下过这个，参加过这个三国擂台赛？哎，对对对对。哦，是吗？对，那您下的是前面几届是吗？很早了，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很早了。那时候我下的时候，还是我记得还想当年赢过一次，在这个里面赢过一次加藤胜夫，哎，加藤胜夫。那您下的是中日围棋擂台赛？不过三国的，在韩国下的，是吗？我记得印象深，就有过，因为赢的都记得嘛。输的我都忘了，所以那我有印象。而且您赢的是赫赫有名的，赢过加藤，所以呢，我有印象三国擂台赛，对，是一我下过这样的棋，哦，那很早了，你想是吧？嗯，这个这是每方一个小时，是吧？现在这个棋被他一跳啊，黑棋有点被动，嗯，为什么？这个铁头之后啊，你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个铁头在这儿一伸，你本来你是应该这个形状是你的好形，对，这个一伸你怎么连？到处是漏洞。嗯。然后你只要抓不住我这个，那你的目标就没了，你自己去狼狈的去连吧。这个棋摁过来的话，我这个气长，我只要拼过你这个。对，主要白棋一下子就感觉这个地方对不好连了，这是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是个被他一跳已经不对了，他飞过来，我倒觉得是白棋要拿出手段也不容易，是吧？这个差一路好像差了好多呀。对，这是个关键啊。嗯，他走这个被他一跳，这是个关键。我觉得从此啊，发生了这个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就已经不对了？本来是还是一个焦灼状态。从此呢就不焦灼了，就我都觉得这黑棋要想折了，是黑棋要想折了，他这个活了，你这个虽然哎很可观，嗯，但是你下面这面就很狼狈，主要是这两边都没有一块空不顶事儿啊，全局。如果刚才一摁过来，你只要把这个抓死，嗯，那个死一点都，包括这四个死掉都不怕。这个大啊，这个大，对对，只要这是关键，在此被他一跳，好，这是关键，后面就不焦灼了。后面我不看走什么，嗯，本来是一个难分难解，我倒觉得黑棋还可战的局面，就这一路之差，然后呢，后面我们就看他的实战了啊。现在这一跳，黑棋的尖一个，因为你这个难受啊，你这个也不像话，这个漏洞百出，到处是漏洞，是吧？只能是棋逢难处走小尖了，嗯。他把这个就是跟他拼一下有没有可能拼的话直接就要过拼那你说我往前走的话你两头这个也不行啊，看着我摆上去都觉得这个有点过头吧，有点过头，有点过头，是，嗯，有点过头。这个他往外走走，你这个毛病太多，是，哎，你这个可能一下子就不敢，这个不敢，
对，嗯，这个嗯，还是先联络，拼不过，嗯，实战就先联络吧。嗯，还有这个棋啊，还有你要是这么真这么拼呢，嗯，还有我棋逢难处走小尖，我就来个这个吧，哦、这个是要冲下来我也受不了。哎，对对对对 对，就这个就行。我打住了。哎，就这个就行，就这个就行，就这个就行。我看你两头都忙着去忙活吧，是吧？好难办，嗯，也在去忙活，两边都不活。对，嗯、就说你这个有点那个时候难受了，这个去他去走小尖了。对，然后呢，白棋是靠一个，对，靠一个，你要这样硬来不行，为什么呢？嗯，这个气太，你如果走这个，他先舒服一下。我粘上这一立也行，拐也行，就这个就行了。黑棋这些已经死掉了，不，这就气太紧了，不行了，是吧？对，所以这个靠一个，你上面来不行，只能下面搬了。但是这个会不会白棋也损一点？对，这样的棋，对，他靠这个，对，嗯，实战啊，他搬这个，他是往前退一个，退一个，然后黑棋连回来。他要交换这个干什么？白棋、啊，白棋还是分段？分段，对对对。他就是要分段。嗯，是，我觉得这个分段是挺强的。嗯，分段了之后，你下黑棋现在不好搬了、嗯、是吗？如果可以搬他断，然后我粘住。粘住。嗯。这个粘，我就算吃一个。是一个白黑棋不好下，封不住，还是封不住，封不住，对，是吧？对，封不住。你看现在我打这个白棋，就算提掉，对，就算提掉，对，嗯，然后也没有办法封，这一挖感觉就已经漏了，也不合适。所以这个在局部呢就没有去下，他没有下，没有下了，这个地方确实太难硬了。这个棋就是黑棋这一块、嗯、这一块怎么处理的问题，他现在白棋有个后门是吧，对，他就大胆的往前踏大步往前走，你分我断都有点不容易，嗯，现在这个黑棋也没活，那个对这个黑棋，这个棋就本身它是没活的，飞一个或者怎么着，你这个棋活起来很辛苦，嗯，他我只要分段即可，分段剩下你就折腾吧，只要现在黑棋封不住白棋，如果能把白棋封住的话也可以，但是很难，现在他要找那个什么了，刚才不飞，现在他是来了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有点不太对劲，但是我没有办法，好像飞这个也被卡了、啊、飞现在飞不同了，现在他飞了他就按这个走呢，你已经冲不断我了，确实，哎、嗯，这个形状不对，而且你这边走啊，这边走，我就算就是正常长一个，你也不舒服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是吧？对。他现在走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如果走这个，嗯，是吧？哎，那我还找点头绪。这个地方有先手。哎，这个地方有先手，嗯、我能搬在这里。你看我搬在这里了，对对对对，就可以封住。不，我找头绪啊，我这个形状比较好。嗯，给你封住，然后你让你回家。对，他希望走成这样。那现在呢，白棋也没有往前抻着头是粘着，刚才那个摁过头，跟这个先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嗯，刚才你除非有个办法，白棋能把我别断，气比我长，那我还没看出来。但是呢，现在你放白棋这。堂堂一跳，这个他离家近了，这个都发挥了，这双板凳。现在白棋走什么？白棋实战是靠在这边了。哎，嗯、他不给你借力。他先加了一下。加一个。对。加一个，假如我在这儿，比如说补一个，但是这是两个头啊。如果走这个，嗯、那我这砰砰砰打一下。对，受不了，太难受。我有没有封在这儿？哎，对，封这个，好，封这个。那他这个来一下。嗯，然后黑棋提掉。对，这个他太痛快了，是吧？粘住。粘住，他算什么呢？算便宜了。嗯，他再走这个。是，还是有靠一个。
靠一个。嗯，走什么？他搬着外边呢。假如他走这个，然后比较难搬，贴一个，还是贴一个吗？贴一个吗？如果您走这个枷锁吗？那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断点，好像夹死了。怎么夹法？尖这个。尖这个哦。然后断了之后，这边是不是有先手？哦，断的时候可以先长。这个白棋的下法比较多，比如说啊，它我就往前连一下也行，连一个也可以。啊。连一个你就不容易断我。嗯。对对对对对。现在断一个的话被吃回来了。对，如果长了，这个我下法比较多。对，哎，粘上就感觉还得补回来呀。对，这个棋不行，哎，也不见得这个冲，也可能不太行。对对。还有这个他，你这个他直接，你刚才说那个直，他有可能给你，直接给你那个什么了，断了。嗯，看起来这个应该是先手是吧？哎，就说白棋的下法比较多，还有他飞这个你也断不了，我怎么看也断不了，好像也断不了，飞这个你也断不了。啊，飞这个他如果想断的话，只能是这种。对。然后。好像断不了。再断，对，要打吃，然后尝一个，这个棋也是那个什么吧，有很多的白棋，还是您刚才这个可能好一点，飞那个好啊，对，可能是好这个好一点啊，这样它尝不出来了吧，白棋，对，嗯，好，我们看看实战吧，实战那个什么，这个棋它是实战，它不肯，首先不肯这个被打进去，对，打进去它就已经正面如果断不了啊，这个打进去目差很多，是吧？给是砰砰砰一打，这里面空已经削弱很多，就算你除非把它吃掉，它是长了一个，是吧？对，实战是它长了一个，这几个没有，没有，好，没有，这个都没有，这个都没有，对对对，它是靠也是没有。他是震了一个的，他直接加一个，对，直接加完之后，然后再来这个，对，再靠，再靠，然后黑棋搬，搬，对，白棋顶了一个，哦，顶这个，顶这个呢就比较那个，他如果冲的话，他怕他这个打了粘上，啊，顶一个呢，他希望说你走这个，我就走这个，看得清楚，对，你打哪边？只有打这面了，打这面的话这么一吃是吧，估计现在呢黑棋应该是进入独秒，打这个你看这个跑不掉，打吃它尖了扳住是吧，猴呢，哦，哇，这个还有杨爽是要猴啊，这个有没有猴出来，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你猴这个是吧，打扳猴这个，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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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这个是吧，嗯，哎，这个倒是有，那但是我换一个了啊，换一个，我走这个吧，我走这个，啊，我好像很难出来了，是吗？再压一个呢？哦，杨爽这个很厉害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我这样吧，我就来个俗的啊，我吃一个，吃一个，不，我退一个，退一个，退一个，然后我拐一个，对，嗯，然后。我只能断呢，这个是不是你就跑不掉了，这个没跑不掉了吧，这个是不是可以挤一下，现在冲一个，冲，不是，我就是回家了，你粘不住了，我粘是粘不住了， 对， 对，粘不住了，那就黑已经达到连接的目的了啊，白棋，对对对对，嗯，就是说暂时是你这个不怕，就是说白棋它笨一点，他能够有办法，而且他之前呢，他可以先在这儿跨断，都有可能。这白棋就这个你已经吃不着他了。现在顶呢，你如果从这面走，他能够打翻打，
对，他这个看来靠一个顶一个比较实战，是这个时候比较黑棋比较难办。嗯，然后我想黑棋应该是进入读秒了，就这时候他打了一下，打一个，打个是本来就是你的先手，对，现在打他一分钟啊。对，好，这个地方是铁活了是吧？对，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刺了一个，刺一个就是说如果我粘上当然是合适了。嗯，就是说你刚才你这一手是不是就是奏效了？对，退一个，你是不是要奏效了？是这样吗？但是感觉这个地方这个断点也挺多的，但是哦，这边还没连回来，他可能还是有一点顾虑。这个好像也不在位置，这个棋我觉得黑棋就是不太好下了。嗯，不太好下了，就是即使粘上的话黑棋也不太好，不是好下。嗯嗯，这个黑棋他是走的这个。对，那实战白棋还是下了，选择一个简单的连回来。那这个白棋就算了。这两颗也还没完全吃掉吧？哦，对，还没完全吃掉。假如我冲的话，可以打一下打吃。那这个黑棋就不对了。嗯，那黑棋这个不对了，你走这个是吧？我再顶一个。就是。如果往跑呢？跑的话，嗯，他这个棋是不是可以贴一个？好，贴。打吃。踢掉。顺势踢掉。再走这个呢？然后，再搬。打吃。打吃的话，可不可以断？嗯，那我提鞋的话，我把这个粘住。那我这个这边还有，我有这个。哦，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行了，是吧？不是，这个难说。继续往前冲。啊，这个就我能够给你拼一下，这我可以给你拼。我感觉好像白棋不行了吗？我可以给你拼一下，打一下，你再冲我一下。哎，对，冲，嗯，然后粘住。对，那这个时候我断呢？对，断掉。嗯，白棋黑棋有1、2、3、4、5、6口棋。我的王罩还得延气啊。对，主要是白棋可以。这有六七吗？白棋可以下边延气吗？走什么？这走。走这个啊。这个倒是一个那个什么了，我拼气的这个那个什么了，拼气。或者跳一个气长吗？单跳一个。那是六气是吧？对。六气。我等一下是不是可以避在这儿呢？是可以啊。嗯，六七，这里有六七吗？这还真的是有点难说，这有点难说。这个拼气，他这可以挡住和这回。不，他是这样，他可以这个时候啊，嗯，他有一个什么办法啊？他直接摁在那个。啊直接，这个白棋有一定危险，有一定危险，是吧？对，你要让上面四棋，你现在这里面三棋，他先，比如说这个，他给你，这个还真的有点悬，白棋有点悬，是吧？嗯，你要一旦被我杀掉，还是有点可怕。我这个地方中间硬的是不是有点问题呢？给了这个黑棋这么大的机会了。不要，哎，这条路不要往这儿走。这条路一走的话，你给黑棋机会了。黑棋有可能这么给你，一下子就把白棋闷在里面。哎，你给黑棋机会，对，他有可能闷你啊。对，闷的话，你现在他只要不太好赢，周围都是黑子。哎，对，有点可怕吧？是这个气有可能你尝不出来，因为他太铁了，嗯，是吧？你要这么放，只有这个一种情况放弃，打了粘上，那再放弃。那落后一二三四五气，要再长气就难。你好像还真的是不好办，你这面放不了气了。对，这个放不了气了，打了他粘走的拐住，放不了气了，是这样吧？你有办法吗？我暂时没有看出来。没有看出来啊？对，嗯。那我前面是不是
哎呦，这个变化比较多，反正你这条路啊，不要这么走。对，这条路走下来啊，你就这个往这个方向走啊，你容易给他机会，你找一个比较自己啊，稳当的棋。哎，我们恢复到原状啊，恢复到原状，这个有点摆的有点多了。这个两个是在上面的，摆的有点多了，摆的有点多了。这样的棋，点的时候都没走。我们这个摆的是这样的棋，对，这样，桌这儿有一个，这样靠它搬，然后顶的，对，是吧？在这个情况下，是吧？刚才一摆是点的这个，我们一下子他走这个，这个点不像好棋。对，即使白棋接住，感觉黑棋也不太好赢，不像好棋。这个你有办法就你要么能长，要么走这个，只有这两种选择，或者你在这个地方想想办法。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了。那其实这个时候黑棋已经很难下了，黑棋、啊、就是说当初有没有别的办法？刘老师说的这步棋真的很关键啊。对，那个是个分水岭，如果没有飞。那个不站一下，后面再想找这个机会已经难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只此一战，才可见胜负。你这个棋，他稳稳当当的本行的一跳，给人家跳过来，已经失去了他这个最佳时期了。现在再走呢，已经叫不上劲，显得太勉强了。不，他这个点就是没有办法的感觉。你现在你这个长不成立。就没什么了，现在因为你走这面的话被这打一个眼见不行，长只能是长冲了，看有没有办法。这儿没有，这儿走这个被他这一打，是这两个再吃不着就完。他实战呢，实战就是冲了，然后白棋啊继续跟着走。好，我们看实战啊，然后他再来一下这个，你断不断？实战也没有断。那刚才如果断摆断的话，他有个这个确实再贴很难下。不，刚才是这样啊，你贴啊，我们说 我没必要，你没必要。对了，你刚才走的可能有点太急了。对不，你这个棋啊，你就哪怕你走这个，这儿不是有个冲断吗？这儿不是有搬闷死吗？对，二选一不就完了吗？对，是是吧？是，你二选一即可。对，这儿有个冲断，这儿有个打。这样他已经崩了。刘老师以这种下法太简明了，简明取胜。对，这个就他就不行了。所以他这个硬跑啊不灵。实战是这样的，哎，我这个摆别摆错了。在这儿。这个时候对对对，是这样。哎，这他没有对，实战是拐一个，然后他也没有断。他不断啊，不断了。他粘了。那他还是这个。对，是吧？还是这个。那你这个就是逼迫他走了两个这个，但是你冲了一个，对，没走着啥东西，黑棋。黑棋等于现在看起来这中间的战斗可以说是亏了，完全失败了吧？是吧？你现在就是忙着要把这个龙对处理好，还没这个龙哪儿太重了，这个龙怎么着你都得有个交代啊。这个扳断，对，粘上。这是必然的，对吧？先挤了一下。如果我吃，那被先手断了。走这个，再一提，把这个这个啊，那行。对，所以说他这个应该是先手。先手好。对。然后白棋就粘住了。对。然后黑棋也粘。那你早先这个不冲不就完了吗？这么干不可以吗？早先。就先。挤一下然后再接这样会好很多吗？这个没有这样的棋都没有，都不要去点，不要去点，不要去点，就直接扳断挤是吗？扳断挤不可以吗？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这种冲断？我肯定要先连回来，我就补这个了，补这个。那他白棋应该也是达到目的，那你粘上我把黑棋补那个，那我长这个不是这就顺过来了吗？对，我还得往家连。对呀、是
那它最起码是连在一起了。对了，这连的嘛。对呀、啊，这不是，这要是这样我就舒服了，那我就什么都这个黑棋是不是这个棋黑棋就好了吧？这什么都没问题了。嗯，是吧？我应该不敢有其他的想法，比如说把这个拽出来，应该就不敢。大胆想一下，大胆想一下，这个棋他走这个走这个，你有没有别的办法？你得想办法让你是我。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你让你想想办法是比较好的。他这个有没有直接抢出来？哦，不，现在是该黑棋走、这个、黑棋走啊，该黑棋。黑棋。不是，他是走的这个，他走的这个，他走的这个。那我也吃这个。哎，这个可以。嗯、哎，他把这个走掉，是吧？冲了。嗯。哎。然后这边再说，是不是再收刮一下？嗯，这个。这个或者是怎么样？哎，嗯，这个是一种下法，是吧？他那个可能比实战要好。不，他那个实战那个效率不对了，他可能这个读秒啊，这个有点乱了。对，而且这读秒只有一次一分钟。应该先挤掉，他没走，他是走的什么？我看啊，他是先刺了。先刺。对。这个地方，这个也没扳。哎，对。然后被人家。这个棋一次被他这一打，这个打特别大，等于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后顾无忧了。你对，这上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然后粘住，再拐，他这个不敢断了，他走这个了。对，然后呢，他再走这个，然后再走这个，几个已经损了一串了。然后呢，再扳断，扳断，然后黑棋挤粘上，挤一下，他走这个粘住，对。对，然后白棋啊，白棋这个拐回来了。对对，现在呢，就是说你打吃这个，他能跑了。刚才如果你交换这个，他跑不掉。如果这儿有个黑子，那最好。那所以呢，这个要点，他早先应该让你知道这个挤啊，你就早先尝一下，再走完走。是最好的，对对，他应该这样走这个走这个，然后再搬了搬了挤，哎，这个都不要交换，这样就连回来了。对对，这个看来那个是还是个机会啊。对，他没抓住。那现在该黑棋下，是他粘了，粘，因为这块棋啊，这个龙你得处理啊，没活，没活，还没活。断一个，实战是断了，断，他不断没有棋下了，只有往这个走了，然后白棋打吃，打这走硬他，然后把这个冲过来，对，冲过来了，嗯，现在他也看清了，嗯，怎么看清呢？就是说你现在这块棋你拿我没办法，断这个没用，这是死棋是吧？只有断这个，断这个有用，但是呢，断这个。下面不好办，得虎一个，虎一个，他一个打你就不行啊，你粘上他一虎就那还没有办法下呢，那贴这个他顶也不行，也回不也完了，对，回不了家了，是，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个死棋，很难下，不是，他就连了，对，他本身就他走在这儿他都脱先了，本身是联络的。这个、那这个黑棋走的什么呀？对对，那这个黑棋就不对了。你这个让白棋先手连、嗯，让他这个地方本来是你可以这个插手棋，现在白棋腾出手来了，他可以走在这里了。如果说黑白棋要必须在这补一手的话，那黑棋还有办法去就这差很多啊，差很多。对，这中盘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差一手棋，这个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差太多了。那这个地方就断不了了。实战等于是让白棋先手连回来了这个地方，然后白棋可以先来威胁黑棋，威胁这个，威胁了一下。嗯，然后黑棋走这个，对，对，这个棋呢，然后白棋拐回来，连回来这两个子还不能轻易给，然后黑棋是拖，拖一个，这个棋啊，把黑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这块棋没活、嗯、对，那块棋你的这块棋欠着账的，
这个地方如果让白棋动手啊，也是会欠点账。首先你至少啊，至少他这一尖你就不好办。哦，实战就这么下的啊。对，可以打。对。哦，这样的话不，现在这块棋我动一动个手不是就死了吗？是他。我随便加一手死，怎么还？确实。哦，是不是已经死要问题了？就是现在黑棋，您的意思是黑棋走一手都没有办法活吗？走这个。吃得了吗？不知道，他现在也不那个什么了，他就直接动手了。我说这个尖是很厉害，对，这个尖也让黑棋很难办。黑棋的中盘感觉就是这个中盘的战斗，觉得照白棋好像差很多呢，感觉不就是关键这中间这一下，嗯，这几个战斗一下子现在白棋的市场了。那个棋应该是活的，跳一个是活的吧？跳一个活的。嗯，看着这个形状应该是眼型还挺丰富的，我就奔冲了。哦，奔冲啊！对。哦，我倒是真的，你把我问住了，我这还真的是不知道。比较难，还是有点难。难啊，就本身是跳也不行啊。跳的冲，他也是冲。他也是冲啊。对，然后退的话再冲。不是，这个感觉还真没活、啊。感觉这个黑棋啊，这个中盘确实下完了以后，觉得这个战斗力太关键了。这个、一下子那里面不知道他先动这个手啊，对，那这个是必须抵挡在这儿，必须抵挡。感觉这个白棋中间这战斗是先手连回来，然后这个地方黑棋又没有办法做活。这个棋呢？如果你尝这个，我这有个断先手、嗯、这儿有个吃通了，对，看见了吧，这断是先手，嗯，在这儿呢啊，嗯，所以白棋没有尝，没有尝、啊、对对，等于这个地方是断是先手的话，那等于这个子儿就不怕了，嗯，就是黑棋不怕这个子了，嗯，然后他走什么呢？他是点了一个，点一个，好、嗯、点这个点、这个、也是黑棋的鹰手，现在黑棋不敢粘吗？粘这个啊，粘他是不是要爬这个吗？这个？刚才您说这个断是没有，这儿插一手棋，一口气后手。哦，这个后手，你断这个他粘在这儿了。对，这个不行。就是说，即使黑棋活了的话也不行。对，哦，这个棋其实可以。这个没事，这个是插一这儿没气，哦，插一口气，但是他给你拼这个，嗯，他敢给你拼一下，对，这边这黑棋这一带是有先手的，他给你拼吧，反正拼一下再说了，嗯，是吧，嗯，不知道他是先点的，先他不给你那个什么，先吃先点。如果粘的话，那白棋就很明显的就连回来了。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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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长你断的话，我一粘就连回来了。这个看的白棋看得很清楚。对、嗯，所以呢，他这个不能粘了，这三个不能要了。对，白棋下的还是比较简明啊。那黑棋现在冲下来。把这个粘住，这个棋，那就是说他把三颗吃掉呢，就是这个地方、嗯、过去的留的悬念都没了，他吃通了，吃通他是不是就控够了，还是怎么着？哦，关键那一块棋不行了，那块棋，对，这块棋目前还看不到怎么样做活，不是哎，我就把这个挡住呢，哦，就这样奔挡，哎，对，奔挡是一个办法啊。笨党，因为这个棋啊，它你只能立，不立的话它，嗯嗯，这个棋还真的是有活，哎，尖一个，尖这个，尖这个，尖这个，这个，哦，尖这个，尖这个，尖这个，尖着我要大飞，大飞，嗯，大飞，大飞这个，大飞，哎，对对对，活吗？也不见得活。对，是因为你尖这个，我退这个，我怎么没看到活？还是很难活哈。嗯，类似这种啊，是吧？
对。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底下有没有妙手？这个白黑棋活法看看，我们这替黑棋找活路了。这个棋，黑棋，这个要死活，确实确实很难活啊，很难活吗？对，确实很难活。你觉得活不了是吧？哎，我觉得很难。不，我刚才这个只能这个这样，只能这样哈。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尖这个应该也不行，尖这个他就跳一个，对，跳哎不，那我一路妙手有吗？一路这个妙手，但是我跳一个好像也不行，跳一个扑一个也不行，嗯，挡上，扑一个吗？扑一个，对，这个对，扑在这儿，是吗？然后我就提将，这好像也不太行，不行，他就都粘上去，是是。这个底下还有打吃，这个棋形有点奇怪，怎么样都做不活了，做不活了，就是被白棋断在里面，怎么样都活不了了。哦，只有我看啊，这里面我来给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别的、啊、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妙手之类的。对，嗯，这个地方不知道、嗯，别我自己随便走一个，我跟你说啊，走这个你走什么？哦，这个看着很像妙手哎，不像妙手，很像。这个地方我值得找找你走什么？这个杨爽，我，对，走这个。我如果这样走的话，那他就贴了，对对对。对，那我就把这个挡住吧。对，挡住到这个。嗯，我就是找头绪、哦，看看有没有。对。有没有头绪？这种大飞，这个我倒是比如说虎一个什么，这倒是有可能。对对，这个打劫最起码看着很清楚。你可能有没有别的？先点一下。你先点一下，我粘上。然后再大飞。哎，这样看看有没有可能性啊？看看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就是刘老师考我这个平时死活题做了多少？这里面呢，我就比如说啊，我在这儿先给你那个做大一点，那我就连回来了。连回来，对，好，你就是连回来试试啊，试试啊，这不就活了这样？哦，这样就已经里边是双活了，这样活了，对，这样活了。哦，那我这样活了，这个、对，一下力，然后这个在这儿哈，不，这个先说，对，这个、嗯、这个入不了进去了，入不进去了，先靠一下，嗯。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没有别的下法了？您靠在这儿是吧？你有别的下法？我冲一个，你单搬一个就不火了。我冲一个也可以是吗？冲不行啊、冲不行，一尖不都留下来了，是留下来了，冲下来就留下来了。冲那我挖呢？哦，看看，那可以尖尖我也搬过了。那我一粘呢？不活是吗？这个也有可能双活吗？那就这个是刀把我最最最那个可能啊，就是最最笨的，我就这个。哦，这里边还有棋。对，这里面就变化多了，这就变化多了，确实确实，是不是？对对对，这一打你怎么办？去这里一闹腾就、这个、对、主要白棋这没活呢。这被藏进去没活呢？我就是你都算活了，全连回来，我这一跳也是有一个打劫眼，这个、打劫眼是吧？对对，这有打劫，就是这个里面就已经有棋了，他不能，你不能把这个放到这里面啊。刘老师，这个感觉确实，像妙手，确实是实战中如果能下出这样的棋，这盘棋就是下得太好了。不是这个棋。这个棋啊，就是说该现在白棋不给你希望了，白棋不给你希望，他把这三个吃了之后，他最后补了，他补了一个，他补了，他就是现在白棋实战他是先手吃吗？他实战是你刚才说不能粘是吧？他只能走这个，他把这个走了，他三颗弃掉了，他走的这个，嗯，好，他把三个给稳当吃掉，先手主要是这三个，你的粘上对吧？对，这一吃通呢，这都。没有了，这都没有了，这都全后了是吧？这全后了，后了之后呢，白棋呢
他就最后呢加了一刀、哎、加了一刀。刚才太不放弃，我就替黑棋找活路，但是呢其实要是彻底不活我就补在这儿了、嗯、补这个肯定补这个了。您这太贪了。 那都是我的空了。那当然贪了就是吧，但是他不贪，他走的这个，这个原生针走这个，那这个吃掉了的话空就没法说了。空是啊，这都是你的事，但是呢白棋这个空加这个空他已经算准了，这个肯定没法比了。你比如说啊，你是走这个我就补这个打吃，我就提掉，你就数空了，这个空差很多了。对，这块太大了，这被吃了。 对应该是感觉有50目以上了吧。不可以了吧哈。对，这个吃的太大了，太大了。嗯，好，他走什么呢啊，看看他们走的很有意思，走的很有意思。他来一个，他走的是，对，这个感觉加了一刀以后黑棋这个局势似乎很难挽回啊，很难挽回了。对，已经不行了。嗯，现在白棋这个目太多了，而且这个以后他还有可能就连这个他都能敢进来。哦，这个因为这个都没关系了，他都连这个都能进来，能进到这一路你怎么封？确实是吧，你这个棋就不是空了，你冲我能退，我那都全是铁空了，他再冲再退再冲再退封不住了，封不住。是，所以呢这个还不是空，这个不是空，这、嗯、你看这个就漏风了。哎，你还得补一手。嗯，那你这个棋空是没法说了，这拐一个你尖一个，这个空你数了，这块空就不得了了。对啊，所以这个棋实战，实战拼了。这个黑棋拼命了。他来一个这个，来这个，是。但这个即使把这三个吃了的话，也不行，也不行，这个也不行，这个空也很难说。那白棋这个时候就冷静的立了一个，也不打劫啊，也没有打劫。为什么不打劫啊？冷静的立了一个。估计白棋觉得这个是不是怎么下都可以呢？哦，他这个是可以这么打吗？对，就是这么打。啊，那如果立的话就。他只能从下边打、上面打。对对对 对，稍微官子白棋便宜点，这个白棋够细的啊。他说这么走呢，他就这么打赢得多一点。对，从这样是一不，他可以哎，对，他锦七姐有个锦七姐，锦七姐有个什么好处啊？嗯，就是白棋的这个本身解就少。不是，他如果打赢了，他瞄着这个一粘，给你杀气。哦，明白啊。他现在呢他猴了一个，冷静一猴呢、嗯、如果你粘那就不对了，你吃了也没用，你最狠的是这个。对，对，是不是这个？那这样白棋的本身劫也有、哎、不，他就算你打赢了、嗯、就算最后你赢了啊，一手棋，他当然这两个先手，对对，你就算粘上他一爬，你这个棋还不如，是吧？对，这个很关键，这多了一个这个棋。对，哎，所以呢当立的时候啊，这个白棋黑棋这个棋就不对了，黑棋这个时候就失去信心了、啊、失去信心了。因为现在最狠的招是这个，最狠他就打吃、嗯、你最狠最狠的是这个。对，走别的也不行了，走别的就被吃了，那就提劫是吧？对，提劫。现在呢你可能找这一类的劫，对吧？嗯，找这一类劫。对，但白棋这个即使黑棋提过来，白棋这个本身劫黑棋也他可能不用找那个本身劫、嗯、那这因为现在你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啊。对对，这个没有。嗯，他现在白棋我看他就是往这儿走走，就往这儿走走也可以。对，就算我把这个是不是吃掉了，然后我再破，用不用啊？就是这个，他就找这个，直接破找这个，嗯，然后他比如说把这个消掉，对，消是消掉，哎，消条、啊，对对对，走这个，对，嗯、他走这个，对，这个是先手，先手，嗯，然后他只能吃这个，对，嗯嗯，
这样呢，那个棋气怎么样？气现在敢不敢脱先？要不要补？如果脱先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回这儿了？我感觉还是要补一手吧。啊，如果你补走这个，当然是最大了，是吧？这个大。补一手的话，补一手。这黑棋的控应该是这个地方补一手可能也不够，我觉得是黑棋也不够，也不太好围着，也不够，嗯，可能也不够，嗯，哎，还是不太够。但是这个棋就他不想下了，他觉得希望没什么希望了，嗯，不想再给你挣扎了。凡是到这个时候，我们看的结果是最后一手是立一个，对，黑棋啊，白棋立了一个，白棋立了，对，立了一个的时候，黑棋就认输了，嗯，这个棋就认输了。这个棋啊，这个棋是黑棋后面下的这个地方，从这儿你看开始，我觉得他很不满意。对，主要是中盘这个战斗，刘老师没时间了的这个，嗯，这个跳后面就别扭了。嗯、后面你看从这儿站被人一跳，这个地方来回，白棋这个铁头在这儿，这个地方折腾半天都不对劲了。后面这个被白棋先手吃掉、嗯，然后这块棋又没有办法做，不在棋筋上，是，让白棋这个也得利了，这个地方黑棋这一块就在这个地方战斗。一下子顺势往下滑梯，那就没法下了。对，前面如果飞的时候，那个时候黑棋是比较好的机会，是只此一战，不战没有机会了。对，嗯，所以第一盘棋，等于是韩国队战胜了日本队。对啊，那么就是韩国队继续的首擂。对，然后明天呢会继续下我们中国出战了。对、啊，中国出战对阵韩国的袁胜珍。对，嗯，刘老师知道这个中国的棋手是谁出场吗？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应该是已经出来了。应该是在第一轮、没有保密的，应该是在开幕式的时候，双方已经应该把第一轮把第一轮的出来了，对，出来了。哦，啊，那我们中国明天可能是杨鼎新，到杨鼎新啊，您对杨鼎新还是比较熟悉吧？他是河南人，他非杨鼎新的棋应该是很厉害的，现在在活跃在一线上啊、都很强。对，而且是目前年轻的这个世界。冠军里边最年轻的，最年轻的，好，那就期待着明天，我们的杨鼎新，这个发挥出色啊，好，好吧，好，明天见，好，再见。